谢谢，我觉得真的是你们太可爱了。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那突然出现了一个就会滚动的字板，它写的是没有枪头。你们有枪头吗？我就暂且，刚好是节日，我就相信你们一次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真的自己能够站在舞台上，或者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成为歌手。这个包括今天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也在现场，我们经常也都会说起来，就会很像一场梦一样。但是这个梦是你们给我编造的，让我觉得很幸福，而且逐渐它不再像是一个梦，因为有我们的互相互动。我们互相的支持，让这个梦成为现实。也请相信自己，一定要去勇敢的追梦，加油，好吗？好。这首《若梦》，记得也要跟我一起唱哦。
上就快结束了。但是大家今天听得开心吗？开心。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也要掌声给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们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掌声给我们的音乐总监啊。